同学额外的预的问的问题里面几个重点，一，如果你的值是不就是说可能会改变的，那你就可以用 input box 去取得使用者的一个分数，但是它进来的东西会是文字，所以你可以透过什么 cint 把它转换为数字之后，再丢给 x 来判断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达到你要的这个效果，但是呢可能会发生几个问题啦，就是说哈，执行的时候。 这里面第一个，这个可能长得太丑了。如果你要让它漂亮一点哈，可能要自己做表单的。不过那个做表单又是比较复杂的事情。第二个是说呢哈，可能有一种状况是，怎么样？有的人哈，你合格分数，然后他就是直接怎么样？他想说80分，有没有可能呢？一定有可能。如果你按下确定会怎么样？ 又错了，对不对？什么人都有啦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有没有办法限制说它只能够输入数字，不能够输入文字，对不对？这也是需要的啦。不过这个可能又要一直扯很远了哈，所以这个没完没了。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说，跟各位讲一下可能的问题，那之后怎么解决，好，都一定可解决，但是解决的方式有没有最简单的，好？ 比如说这个地方，如果你打个80分，一定挂掉。所以哈，你可以换个方法。这个我先按确定，这个应该没有。那如果说你要换在 input box 哈，它其实还有一个另外有一个方法，就是用 application 里面的 input box。如果你要避免说那个错误哈，在 application 前面多一个 application， 这个 application 指的就是 Excel。 也就是说 ，Excel 里面呢，哈，这个最大的部件，指的是这个 Excel， 它里面有个 input box， 那这个 input box 跟 Excel 里面的 input box 不太一样的点是，第一个比较小，跳出来那个视窗比较小；第二个的话呢，它可以怎么样？可以帮我判断什么？判断是不是打数字给我。所以你这边的话，打上那个 application 点 input box， 然后后面的话，我看一下这个地方哦。 刮胡一下啊，因为其实，在 VBA 里面好处就是，你如果刮胡，它会提示给你啦。请你给我个叙述，叙述的话就是合格分数，然后再来就是说逗点。里面的话有一个叫做 type 的，这个 type 是可有可无。不过，如果你将来只希望要数字的话，你可以在这边加一个 type。那个 type 的话，逗点之后的话。 那你要 type 打多少哦？有时候其实我也不尽的完全是用背的啦。那如果说你有的时候想已经知道说，这边有一个 type 可以决定说使用者输入的东西是数字或者文字，但是你不太确定的话，有一个方法就是按下那个 F1， 在 input box 上面按下那个我们键盘上面的 F1， 它会跳出一个叫 Excel 说明，它会把那个说明档哦放在这里面。 那你其实有的时候啦，可以用查的就可以知道答案应该是什么。OK， 按一个 F1， 不过第一次执行它会跑得比较久。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application 的 input box 的方法啊，里面的话有一个就是那个 type， 这个 type 的话，如果是一的话是一定是数字，二的话是一定是文字。那我们是一啦，所以你可以打一个这个地方哦，可以打一个叫 type， 逗点之后有没有打一个 type， 它的参数。 冒号等于这个冒号等于是我直接指这个参数的名称给他，那名称我参数的值给他，那我直接输入一的话，这个时候呢哈，它就会指向这个里面只能输入数字了。我们来试一下啊，这个地方应该就不用转换了，我试一下啊，这边设一个中断点。好，那其他都没改，多改其实就是要避免那个。 使用者输入的是文字的话，多一个就是 application， 后面加一个 type 等于一，大概其他都没改啊，试一下啊，到底有什么差别？如果刚刚那个问题会出现，那现在会不会出现呢？第一个，各位有没有发现哦？输入合格分数，但是这个框框变比较小，因为它是 application 的哈。然后呢，我直接打上，假设我打一个80分，有同学80，那刚刚的那个会挂掉。
这个会不会挂掉？试一下，按确定。你会发现，不正确的数字，它会怎么样？自动帮你挡掉了。那其实你不用写任何东西啦。当然方法很多，我是觉得这个方法最简单，因为它就直接帮你挡掉那个。如果它不是输入的是一个数字的话，不是啊，它就看得懂了。我想应该这如果还看不懂的话，那没办法哈，打一个80，好，这样按确定。 试一下啊，这边应该会不会它进来的东西？而且它进来的东西自动不用转型了，它直接就是给你一个数字，所以直接输出 ，OK， 这样就完成了，好，应该没问题。好，所以哈，刚刚就补充了一个叫做 input box， 那另外有一个叫 application input box， 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。好，那它哪一个比较好用呢？我是觉得 application input box 多一个，只能够输入数字。 如果你输入2的话，只能够输入文字，好，其他都不行。来把画面呢还给各位。那、啊、我等一下，我干脆，如果你现在来不及记，没关系啦，我会把这一个哈、哦、直接帮你复制贴到这个层级的哈、哦、这个下方好了，好，那你可以在这边去找，好、哦、这个变化。 那你，我现在贴上了，你的云端也会改变了。OK， 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、哦。